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是星期一，又是一个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跟神说，主啊，我们谢谢你，亲爱的圣灵，早安。我们谢谢你，我们欢迎你再一次的在我们的生命的掌权。我们再一次的举起我们的双手说，亲爱的圣灵，我们欢迎你。 We welcome you, dear Holy Spirit. 主啊，我们欢迎你，亲爱的圣灵，我们欢迎你来掌权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是的，亲爱的圣灵，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在我们当中工作。这时候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主，今天早晨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源头就是你，我们拥有的一切也就是你所赐给的，我们只不过在地上只是一个管家。主啊，帮助我们，有时候你要我们放手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放手，有时候你要我们去执行的时候，让我们也带着顺服的心去执行。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位顺服的儿女。无论你带领我们怎么样，我们不会向着你要带领我们的方向以走反方向。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把今天的晨祷完全的交在你手中，愿你亲自的引领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一起翻开耶利米书41章，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读。今天来读耶利米书第41章。让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书第41章。耶利米书第41章。七月间，王的大臣宗室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带着10个人来到米斯巴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他们在米斯巴一同吃饭。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同他来的那10个人起来，用刀杀了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就是巴比伦王所立为全地省长的。以实玛利又杀了在米斯巴基大利那里的一切犹大人和所遇见的加勒底兵丁，他杀了基大利无人知道。第二天有80人从示剑和示罗并撒玛利亚来，胡须剃去，衣服撕裂，身体划破，手拿素祭和乳香，要奉到耶和华的殿。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出米斯巴迎接他们，随走随哭，遇见了他们就对他们说，你们可以来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他们到了城中，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同着他的人就将他们杀了，抛在坑中。只是他们中间有10个人对以实玛利说，不要杀我们，因为我们有许多大麦、小麦、油、蜜藏在田间。于是他住了手，没有将他们杀在弟兄中间。以实玛利将所杀之人的尸首都抛在坑里基大利的旁边，这坑是从前亚萨王因怕以色列王巴沙所挖的。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
将那些被杀的人填满了坑。以实玛利将米斯巴剩下的人，就是众公主和仍住在米斯巴所有的百姓，原是护卫长尼布撒拉旦交给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的，都掳了去。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掳了他们，要往亚门人那里去。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听见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所行的一切恶，就带领众人前往，要和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征战。在基遍的大水旁遇见他，以实玛利那里的众人看见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就都欢喜。这样，以实玛利从米斯巴所掳去的众人都转身归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去了。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八个人脱离约哈难的手，逃往亚门人那里去了。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杀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从米斯巴将剩下的一切百姓、兵丁、妇女、孩童、太监掳到基遍之后，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将他们都夺回来，带到靠近伯利恒的金罕玉柱下，要进入埃及去。因为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杀了巴比伦王所立为省长的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约哈难惧怕加勒底人。Amen， 我们感谢神，为着他的话语向神感谢。那今天早晨我们会看到呢，总共有三个的角色，那这个角色是非常的重要。然后等会我们会由戴雪妮牧师来给我们讲解，好不好？这时候我们都有感恩的心，我们也继续的鼓励大家弟兄姐妹能够在耶利米书结束之后呢，来参与我们这个第三届的线上特会灵命更新系列，就是端开周主领受祝福。有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会感觉我们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忠心的追求主，那为什么我们生命不断的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就是好多奇怪的事情发生。那有时候我们花尽了一切，我们的属灵生命好像很难突破，很难的进展，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我鼓励你来参与我们这六天，这个除了是一个特会，而且它是比较深入圣经的教导，我们会用好多的圣经的经文来论述有关于这个课题，到底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咒诅这一回事呢？咒诅是又是怎么样的呢？让鼓励弟兄姐妹能够来参与我们，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一起祷告，把这段时间交在主耶稣的手中。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的心意就是让我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突破。主啊，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这时候举起双手，我们向你祷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要用我们的一切，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说，主啊，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的，以及用尽一切的来敬拜。 You want to worship you with all our mind, our soul, our spirit. 主啊，一切的来敬拜你。主啊，今天早晨我们祷告，求主亲爱的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我们大家同声的一起来说，阿门，哈利路亚。今天我们要来唱一首新的诗歌，普天下当向你欢呼。这一首就是我们在国内中国大陆的弟兄所写的一首诗歌。当称谢进入你们，当赞美进入你愿，当感谢称颂你名，因为你的名本为善。阿们，我们一起来唱。当称谢进入你门，当带着称谢的心，当赞美进入你愿，是的，当感谢称颂你的名，当感谢称颂你名，
为你的名奔为善。哈利路亚。普天下当向你欢呼，当来向你歌唱，当来向你歌唱。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摇动在我们的身体，举起你的双手，跟着旋律一起来摇动。哈利路亚。普天下当向你欢呼，当来向你歌唱，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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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们当感谢赞美进入主的宴，一起来唱。当圣洁进入你们，赞美进入你院，当感谢称颂你的名，当感谢称颂你名，因为你的名本为善。普天下，普天下当向你欢呼，当来向你歌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当来向你歌唱。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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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你的慈爱存到永远，直到万代。求你指教我。
是的，我却要住在你眼中，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直到永远。让我们一起来高举双手来敬拜我们的主。我来到主的圣殿，高举双手敬拜你，称颂你生命，因你配得一切的赞美。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今天早晨，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哈利路亚！我全心传扬你的奇妙作为，我因你
的，我们要歌颂主的名，直到永远。你大能的膀臂从未曾缩减，向我们彰显每句应许的恩典，从未停歇，从未停歇。阿妹，我们一起来唱。我永远不会停止赞，我们永远不会停止赞美。越风暴越有信心赞美，看前方，你恩典已经预备，仇敌都羞愧因我赞美，仇敌都羞愧因我们赞美。告诉我地主。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一起来唱。我全心传扬你的奇妙作为，我因你欢喜快乐歌颂你生命，直到永远。你大能的膀臂从未曾缩减，向我们彰显每句应许的恩典。让我开口大声歌唱，让我们大声的来欢呼。我永远不会停止赞美，越风暴越有信心赞美，前方你恩典已经预备，仇敌都羞愧因我赞美。让我们一起来向神说，永远不会停止赞美。让我们一起来宣告。是的，我们不让任何事情影响我们的赞美，我们要持续的守住晨祷，一起赞美我们的主。我有平安如江河，那我们一起来唱。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他们，我们一起来唱。I got peace like a river。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让我们举着宣告，让神的平安充满你。江河在我心，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是的，我们有平安如江河在我们的心。我永远不会停止赞美，越风暴越
是的，弟兄姐妹，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会停止的赞美。我们祷告，主耶稣的平安就永留在我们的心中。我要仍然的赞美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我们拍掌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今天早晨，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向他说：“主啊，如果没有你，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该如何的活。”让我们一起来唱。每当我来到你施加前，就发现自己并不完全，我确实需要你的恩典来填补我生命的欠缺陷。如果没有你，我还能做什么？失去了你，我又该如何？我需要你在我生命中每一刻，你在我心中永远活着。主啊，这个时候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我们要敬拜你耶稣。来到你施加前，就发现自己并不完全，我确实需要你的恩典来填补我生命的缺陷。如果没有你，我还能做什么？失去了你，我又该如何？我需要你在我生命中每一刻，你在我心中永远活着，活着。失去了你，我又该如何？我需要你在我生命中每一刻，你在我心中永远活着。你的出现改变我的世界，我所需的一切。自从那一天我领受你恩典，我要永远住在你的里面。如果没有你，我还能做什么？失去了你，我又该主啊，我需要你在我生命的每一刻，你在我生命中，在我心中永远活着，你在我心中永远活着。那我们一起安静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你。哈利路亚，主啊，亲爱的主，我们每一天都有许多的事情要关注，许多的事情要注目的，
但是今天早晨你教导我们把眼目单单的注目在你的身上，主啊，你要我们 focus， 你要我们专注在你的身上，你要我们专心的在你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早晨当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我深深感觉到上帝好像给我看到一幅的图画，就像我们在成为小学生的时候，我们很好奇，我们上科学课，老师就拿了一个这个放大镜，然后就拿了一张白纸，一根火柴，然后就拿这个放大镜在太阳的底下，把这些阳光都聚焦在这个放大镜的时候，很快的，不到几秒钟，这个火柴就烧了起来，然后整张白纸就烧了。忽然间上帝给我看到说，当我们身为他的儿女，我们每一天愿意的专注在他的面前，你会发现你生命的上帝给你生命中的恩赐力量完全的爆发了出来。你会发现你生命当中原来有好多好多上帝给你的潜能能力，所以你会发现这些能力上帝给我们，上帝给我们权柄可以为人按手祷告。很多时候是因为为什么我们没集中焦点，我们做这个做那个，我们没有每一天没有把我们的生命好好的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一天一起身就想到这个还没做，那个还没做，这个还没完成，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完全的分散掉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好不好，今天早晨我们向神说，上帝啊，我要把我的焦点注目在你的面前。 Lord, we want to refocus， 我要聚焦在你的面前。我们举起双手一起来祷告，主啊，我要单单的仰慕你，我要单单的渴慕你，我要单单的爱慕你，我要单单的饥渴你，我要单单的寻求你。Lord, I just want to seek you. I just want to love you. I just want to have you more in my life. Oh, hallelujah, 弟兄姐妹，向他说，开口来祷告，说，耶稣，我渴慕你。Oh, 耶稣，我渴慕你。耶稣，我渴慕你。耶稣，我仰望你。耶稣，你是我生命的活水。我要把我的重担交给你，我要卸在你面前。是的，就是这样，弟兄姐妹，把你的焦点盯紧在神的面前，说，哈利路亚。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去赶时间，就是投进他的怀抱的里面，投进他的怀抱里面。就想起像我们像小孩的时候，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投进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的怀抱的里面。今天早晨父神就是要拥抱你，父神就是要告诉说，孩子不是要怕，我在这边。孩子不要害怕，我会让一切稳定，我会带领你，我会指引你，因为我就是你的牧者。
因为我就是带领你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你来到了面前，好不好？这时候我们感恩神，花一分钟的时间感恩神，宣告我们这整周的开始，上帝要带领我们，耶稣要指引我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整个星期的第一天的开始，我们就开始把我们的生命调整调对在你的面前，你就会带领我们一步一步走向你的话语，走向你已经为我们设定的命定。我们知道丰盛就摆在我们的面前。是的，可能路上会有好多的艰难，好多的挑战，但是我们知道每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们，每当我们跌倒的时候，圣灵就扶持我们，你的话语就成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诗歌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你，耶稣基督，我们爱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感谢神。弟兄姐妹，那每一次如果我们的直播这个线断了之后，那你不需要担心，很快我们就会回来。因为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的诗歌，或许可能我们在某个情况，有时候试播的时候没问题，但是播的时候它又有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担心，每一次我们一定会在尽快在最短的时间又回来。所以呢你们就不需要发短讯呢，打电话，那么因为这样的情况呢，会干扰我们在很快速的情况底下呢，把那个直播带回来，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戴璇牧师来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感恩能够再一次跟大家在线上见面。今天早上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第41章，主题是不要再应着景象了，不要再应着景象了，或是广东话说不要再硬景了。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的天父，我们谢谢赞美你，主，我们恭敬把今天早上这段灵修的时间交在父上帝你的手中，恳求上帝你透过你的话语再次的开启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见在你的跟前我们需要的是存着一颗谦卑顺服你的心，帮助我们不要应着景象，帮助我们选择谦卑聆听你的话语。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依靠、力量和帮助。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这一章耶利米书41章特别是提到一场犹太人中的内乱，也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那我们在这一章里面可以看见三个重要的人物出现。第一个是基大利，他是随从巴比伦的一位领袖。第二位是以士玛利，他是偏向于投靠亚们。第三位是约哈兰，他比较投靠于埃及。这三个人物都有他们独特的地方，让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首先我们来看看基大利这个人是谁。他是犹大的省长，也就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委任他来督管留在以色列的犹太人。他在米斯都成立了一个总部，并向这个犹太移民保证说，如果他们顺服服从巴比伦的管制，他们必能安心定居以及和平共处，这一切都不会成为问题。如果基大利好好的管理这个犹太移民的话，或许他们会享受一段
平安太平的日子吧。但非常可惜，基大利本身他因为不听劝告，结果引狼入室，招惹了煞身之祸。我们来看第一到第二节。但在七月的时候，王玉与利沙玛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以示玛利，也是王的一位大臣，带了十个人和他一起到米斯巴去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他们在米斯巴一起吃饭的时候，尼探雅的儿子以示玛利和与他一起的那十个人就起来用刀细祭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就是巴比伦王指派管理那地的，把他杀掉了。基大利就这样死在以示玛利的刀下。第二个人物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一位以示玛利，在第三节一直到第十节。那他是谁呢？他是王的一个大臣，但是因为他亲亚门王，就被亚门王巴利斯所煽动，要去刺杀基大利。所以我们看见第三节、第二节，就看见这个基大利跟以示玛利一同聚餐的时候，以示玛利就跟其他的十个同伴起来，杀死了基大利，也杀了跟随他的人以及一些巴比伦的军兵。在第三节我们来看一看，以示玛利也祭杀了所有在米斯巴和基大利一起的犹大人，以及在哪里所遇见的加勒底军兵，也就是巴比伦的军兵。不但如此，第五到第七节我们看见的第二天，他又杀了前来耶路撒冷朝圣的犹太人。当时来朝圣的犹太人总共有80位，他们就杀了70位，留下10位。为什么会留下这10位呢？因为这10位，他们说他们的身上有什么啊？他们的身上有一些的储粮啊，他们储备的一些的粮食，就央求以示玛利不要杀他们。他们说在他们的田里面有小麦、有大麦、有油和蜜。第八节，就因为这样子，以示玛利才放了这10个犹大人，没有把他们杀死。然后我们看到第九节，以示玛利就把他所有杀死的人埋在一个坑里面，并且他也俘虏了米斯巴其余的百姓。这就是以示玛利的他的那个强暴的做法，非常的残暴无情的做法，把自己的民族的人都杀死，然后把他埋葬。那我们再看第三个人物，也就是约哈兰，第11节到第18节。他又是谁呢？他就是犹大领袖，也是基大利的得力助手。他曾经识破以示玛利的阴谋，告诉基利大要他小心他的阴谋。但非常可惜，基大利，对不起啊，是基大利不是基利大哈，基大利他不肯相信，还跟以示玛利一起的共同聚餐，就是在这个聚餐的当儿，他就断送了他的命。这个约哈兰，当这个基大利被杀死之后，他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就带兵在欺骗打败以示玛利，把他赶走，成功的救回以示玛利掳去的那一帮犹太人。
但可惜的是，他却不能够擒拿以斯玛利。结果以斯玛利跟八个人呢，就逃到亚门人的当中，希望亚门人能够保护他，因为他是受命于亚门王去刺杀基大利的。所以耶哈兰就把这些移民救回来，也把以斯玛利赶住离开。但是呢，他就因为怕巴比伦复仇，巴比伦人复仇，因为基大利是巴比伦把他放在犹太当中做犹太省长的，他被杀了，他怕巴比伦人会复仇，所以他不敢投降于巴比伦，反而想办法要前往埃及去寻求庇护。所以我们看这三个人都有一些的地方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戒。基大利给我们的警戒是什么呢？他是一个一意孤行、不听劝告的领袖，靠自己的方法想巩固他自己的政权，却是不依靠上帝。而以斯玛利给我们的警戒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很残暴无情，连自己人都要惨杀的一个领袖，并且见钱眼开，与神作对。而这个约哈兰呢，他自作主张，虽然他成功把那个渔民救回来，但他不肯听神的话，神要犹太人服从巴比伦，他反而惧怕巴比伦而去投靠埃及。结果我们看见这个三个领袖都有他们当受的惩罚。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得到以下的三个信仰的反思。第一个反思是什么呢？第一个反思是，弟兄姐妹，让我们任何时候都当紧紧的抓住神。我们看见在这章经文中，基大利也好，以斯玛利也好，约哈兰都好，他们虽有各个不同的政治立场，然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靠自己的势力而没有靠上帝。因此弟兄姐妹，在我们所面对的生活上，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的困境，有时候我们会面对一些绝望的时候，我们也像这三个领袖一样，就很容易依靠可以掌握的事物，可以看见的事情，却不懂得紧紧来抓住神，听神的话，接受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指引牵引，而修正我们的脚步。今天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对主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紧紧地抓住你。非势力，非才能，乃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不要靠自己的聪明，我们当靠上帝在我们的生活中牵引我们继续的往前行。第二个信仰反思，任何时候都当顺服神的带领。对犹太人而说，对犹太人来说，不是巴比伦固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神既然如此安排，那就一定有他的美意。虽然当时候没办法了解完全的去体会神的心意，神的美意，但既然是神安排，就选择顺服吧，不要应着景象不听哦。今天
基督徒的生活里头，有时候也会面对一些让我们不是十分了解的状况，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会怎样子发生，好像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来。但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认定上帝的带领，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上帝依然在掌权，他必会牵引，他必会带领，让我们就谦卑顺服，靠着主一步一步的向前进。特别在这一个礼拜里头，其实我本身在面对着一些的事情，使到我的心里面好大好大的忧虑和担心。然而我知道上帝在掌权，我知道上帝在看顾，我知道上帝必会眷顾我。我们做牧师的也常常鼓励我们的会友说，不要担心，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但是有时候我自己本身也会陷入一种的担忧的里头，甚至有好几个晚上我是没有办法睡得好的，半夜2点起身一次，3点起身无数次，闭上眼睛睡回去，再打开眼睛才过了5分钟。哇，那个晚上真的好难熬过。但是我的心中坚定信靠神，抓住神，深信我交托我祷告，上帝必会为我开路。感谢神，终于看到上帝听祷告了，事情总算有一个告一个段落了。原本以为那个晚上我可以睡得很好，但是你知道吗，不到3个小时另一波又起来了，是有相关联的哈。另一波又起来了，而是比第一波更难熬，更难去面对。又在一个晚上我又睡不着了，但感谢上帝，现在事情还没有得到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至少我心中认定上帝他必会看顾，他必会带领，一切的事情都有他自己的安排。我虽然不能够完全了解为什么会这样，但我选择靠着神的恩典一步一步的跨过去吧。第三，在这经文里面也教导我们，任何时候我们都当谦卑与主同行，不要向神存刚硬的心，不要一意孤行。你若选择不听，神就任凭你，他不再向你说话。你留意这41章里头全章的经文，耶和华神跟先知耶利米是完全静默无言的，整章里面没有看到上帝说一句话，也没有看到先知耶利米说一句话。为什么？因为这三个人，基大利、以斯玛利跟约哈南，他们都选择偏行己路，不听上帝的话，所以上帝就任凭他们。因此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我们，对于神的话我们真的不好开玩笑，千万别硬心不听哦。当神任凭我们对我们沉默不言的时候，我们就惨了。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三个犹大领袖在这一场犹大人的内乱里头，提醒我们紧紧抓住神，提醒我们顺服神的带领，提醒我们当要谦卑与神同行。我们祷告，求主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有时候真的需要
放下我们自己原先的意识，安静来到上帝的面前，选择听从他，在困境中选择顺服神的安排，选择仰望主，选择交托主。虽然当时不明白，我们还是要靠主坚强地去应对，修正我们的脚步，以至于我们能够行在神所带领所祝福的道路上。千万不要再应着景象。对于神的话，你若选择不听，神会对你沉默不言，后果你就要自负了。求主帮助我们从神的话语中吸取神要给我们的教导和教训。我们一起来祷告，为着我们的生命来祷告。有时候我们真的会不知不觉间选择走自己的路，选择不听神的指示，选择靠着我们自己有的聪明来解决问题。但有时候我们发现到，我们越解决事情就越糟糕。唯有当我们愿意放下，放下自己，谦卑来到主的面前，俯伏对主说，主啊，我只靠你。当你愿意把你主权放下来靠耶稣的时候，他就会接管，他就会介入，他就会让你的问题得以解决。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顺服他在你生命中的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赞美你。父神，我们把众弟兄姐妹再次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让我们从犹太人的内乱里面看见，他们之所以心中没有平安，乃是因为他们拒绝靠上帝，而是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势力，想去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难题。他们选择不顺服上帝的带领，不愿意服在巴比伦的权下，结果他们把事情弄得更糟糕更复杂。因此今天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学习。主啊，我们算不得什么。主啊，让我们看见你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的。让我们愿意选择谦卑在你的跟前，不管我们面对什么困难都好，我们都愿意对你说，主啊，指引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而不是应着景象不听的心。让你牵引我们，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在你带领我们走的道路里头，可以看见你的祝福就临到在我们的生命中。谢谢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向我们说话，谢谢你再次的提醒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爱始终都没有改变。让我们也愿意紧紧的跟随你，不要偏离你的左右，更不要对你的话硬心不听。祝福我们，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谦卑顺服你，一生蒙你的祝福。听我们的呼求与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愿上帝赐福你，也愿上帝赐福他自己宝贵的话语，阿们。
Amen， 我们谢谢戴牧师给我们分享很棒的信息，给我们看到真的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要硬做景象，其实硬做景象对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好处的，反而会使我们生命带来更多的问题，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以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如果没有你我们该怎么样呢？那么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唱。每当我来到你施加前，就发现自己并不完全。是的，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不完全，然后告诉神我们需要他恩典来填补我生命的缺陷。主啊，我们需要你。如果没有你我还能做什么？失去了你我又该如何？我们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我需要主啊，如果没有你该如何呢？你在我生命中每一刻，每一时刻都要依靠他，都要以他为我们的主宰，带领我们的脚步。活着每当我来到你施加前，就发现自己并不完全，我确实需要你的恩典。是的，来填补我生命的缺陷。如果没有你我还能做什么？是的，如果没有你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呢？我又该如何？每一时刻我们要紧紧地抓住你，你在我生命中每一刻，你在我心中永远。活着，活着，来，让我们一起来宣告。没有你我还能做什么？失去了你我又该如何？我需要你在我生命中每一刻，你在我心中永远活着。你的出现改变我的世界，你已成为我所需的一切。自从那一天我领受你恩典，我要永远住在你的里面。如果没有你我还能做什么？失去了你我又该如何？我需要你在我生命中每一刻，你在我心中永远活着。 Amen， 哈利路亚。让我们用主祷文来结束今天的晨祷。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灾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灾，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明天再见，上帝祝福你。